蔡老师以前是您的语文老师，语文老师，班主任。您七年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哇，零七年。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给您录了像唱歌的？哦，记得记得，就当时在班。来，我来给我给你看。快快快快来！不记得，你不记得？不记得，帮你记起来。你当时还是那个，快来，就是那个，来来来。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朗诵了的。老师一辈子都是老师，无论你今年就快四十了，也都是你。好尴尬！快来快来快来看，快来看你的那个。生命是最脆弱的，但人类是最顽强。还在朗诵。哎，多可爱呀、啊！这有一老师还给记录了一下这童年。你现在看我也可爱，我跟那时候没什么太大区别，身高。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吧，跟我们比赛的时候给他看。真好。